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S19 系列的水冷改造方案和酸锂超频方案。现在看到的是改造完后的效果，这个是19 Pro 系列的水冷版，这个电源是链粒的风冷超频电源，它是7000瓦的。这个机器型号是 S19 Pro 110T， 现在它的功耗是6200瓦左右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算力是多少，它的当前算力是 165T， 每 T 功耗37瓦。然后现在这个功耗是5570瓦，看一下它的算力是多少，它的算力是155T 左右，每 T 功耗36瓦。现在功耗4980瓦左右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算力，它的算力是146T， 每 T 功耗34瓦。